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快，我们今天要来玩闯战全新地图。Hello， 嘿嘿，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嗨巧克力。Hello， 我是猫。好，大家好，小光。今天我们找到了好久没有一起玩的巧克力，你一来就在骑羽毛是什么一个概念？舒服，看到巧克力舒服，看到巧克力出现在这个地方，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滚床单，还是怀念的队友最对位哦。闻起来有一股巧克力香啊。那今天我已经很明显要滚那个羽毛床单了。对，大家都来用我，今天呢，床单。是万圣节的季节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各大伺服器都会推出万圣节的限定地图 ，spooky spooky 的感觉。今年 Hypixel 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啊，你只要上 Hypixel 的伺服器，你就可以玩到他们新推出来两张新地图，分别叫做 Darken 跟 Trick or Trick。翻成中文叫做不给糖就捣蛋。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再找巧克力一起玩更多更多小游戏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要是你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万圣节那一天你就会收到一大堆的巧克力。对，不是糖果，是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不要再其他的啦，我也要。欸，你也可以骑啦，我们可以骑，欸，不上去。欸，我不能够骑在 YouTube 上面，不能，欸，不行。欸，好吧，我骑小光好了。哎，欸，我也没有办法骑小光。什么？哈哈，对吧？你点羽毛，哦，没办法骑在上面吗？不，他跟我讲说，我改名字之后，我的那个 VIP 的 rank， 等一下下，我要修正这个问题。哇，我的全胜太低了，等一下。VIP 欸，你改名，你可以让自己是 MVP 加。对对对对对，我要来修正这个问题。哦，我要叫做 Bad Comico。有了有了。骑上去，有啦！我们骑只有我一个人哦。好多，我们今天呢，出资一下就可以骑。哦，对，出资一下吧，出资一下吧。我们今天呢，哎，要来玩的两张新地图啊，它只有在单人模式跟双人模式里面有而已。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玩就是这两张地图，一个叫做 Trick or Trick， 另外一个叫做 Darken。那今天的游戏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两张地图啊，各玩两次，然后我们就是单人、单人、单人这个样子。然后嘞，我们除了玩这两张新地图啊，还要来玩他们最新的 Beta 的地图。这个 Beta 的地图呢是4v4，你可能会想说，哎，它旁边不就有一个四人模式？这个4v4呢，它不是就是一般般的4v4，它这个4v4啊是这个样子的，它的4v4啊就只有8个人，对，就只有2队这个样子，然后就是看哪队比较强。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从左边一路玩到右边，然后再来打个城战，之后再来开一个我们4人的，只有我们4个人，好不好？只有我们4个人的单人内战，可以吗？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准备好就准备开始了。来，今天的第一场，巧克力，你的头为什么骑在羽毛身上，感觉怪怪的啊？完全，完全颠倒过去，看起来有点恶心哎，欸！他都要我这样子玩的，啊，我没办法。口味好重啊！没有，没有，没怎么样，就准备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张地图，我们先来玩个 trick or trick。And 3, 2, 1, nobody go go， 进来了。哦，这是什么地图？新地图 trick or trick， trick or trick， 不给糖就捣蛋。trick or trick。去别人家要糖啊！小光要小心，他们要来我们家要糖。不，我们要的不是糖，糖我们要的是床。大家，我以为你是要说，我要的是你的人。不不不，不给床就捣蛋，太可怕！不给床就拿走你的人。哇哇！不给床就抬狼。我的队友是羽毛，这里羽毛，我们是队友，一队。OK OK， 那我们是红色，你们白色，我们是白色，很远很远。那我们先干掉，我们先干掉红色好了。不要不要，那你要走很远哦，也是可以啦。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盖个家。光记得那个家里箱子有黄金。好，谢谢。你可以先弄个羽毛，我们的战略是这个样子的，是去找钻石。然后好，我来先照顾一下家里。好快好快哦，睡哦睡哦，很多人一直在掉下去哦。狡猾狡猾，非常狡猾。可这个要4个，哎，有点贵，没关系，钻石这样来的，那个来都要摔，基础要打稳啊，所以这个成本下的钻石点位莫名其妙。他的钻石点在哪里啊？在这家其实就直直出现，直直直直走，直直走就是了嘛。然后现在有那个万圣节的喷漆，喷上去超可爱的，有那个南瓜头，超可爱，超可爱，南瓜头，南瓜头，南瓜头。好，我东西都弄得差不多多了，接下来
小光家里，对对对，这样子赌就对啦，晚一点点。有火球，小心！哦，火球哪里？我吗？不是，不是你啊，我们啊。小光接下来那个黄金就是存着哦。好，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黄金保管员，我是建议你黄金可以直接给我这个样子。不行啊，那你们过来，你们过来。哎，小光说完，那蓝队直接想要过来我们家了。天哪，看到吗？上面有，我看到了。想一下，我想一下。羽毛，我把我们家变得就是非常非常厚，让大家看到都不想过来，有种卡比兽挡路的概念，理解吗？卡比兽啊 ，OK OK， 对对对对对，你看，啊，我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哦，那蓝队，蓝队来了，蓝队来了，小光来了。我说我的用天梯，还想用钻石呢，羽毛，小心小心，他炸，没关系，我这个把丢到虚空里了，你加油一下哦，好。我撑着撑着撑着，杀掉杀掉杀掉！我说我的漂亮漂亮漂亮的，我再去拿再去拿哦，家里再继续补再继续补。好，我先，他们就一直存铁，然后在干嘛？他这样子有一点讨厌啊！哎，怎么现在都这样玩是不是？超讨厌！我还差四个金，很讨厌哎，一直丢别人家金金尽量存。好，我先。你是要存什么？我要买铁装，还是要存金？铁装先晚一点好不好？好好好，我把电过去了。然后你过来出来，我这边有扔钻石两颗，再加上箱子里。不要炸了啦！我想想，我想想，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快走快走！我先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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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可以吗？我们必须要去。快了，可以。小光不要死不要死！他们家爆了，他们家爆了。啊 ！OK， 这是死去的声音。隔壁灭团，羽毛，我们虽然有个二邻居，但是我们还有灭团，我还活着。隔壁半灭团，加油！半灭团。啊，太远了吧！二邻居不要丢这么远，二邻居不要丢这么远。还射弓箭，他是没有弓箭，屋顶被他直接炸开，是不是 ？OK OK， 对啊，巧克力，我就跟你讲说绿宝石是不是应该直接给我？为什么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蓝队很厉害，你赶快先去灭蓝队。对啊，蓝队我手上拿木剑呐，你把绿宝石都拿走，不能够换比较好的装备，有没有？有没有？你自己仔细想想看，这个投资报酬率可以活下来一打二啊！哇！哦，这么大的会靠！快走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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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二的，两个人直接过来，真的不行，不是不行，两个人一起说好的一打二的，想要啊！现在你们两个是我的参谋师了，好不好？好吗？直接先打蓝队，蓝队凶凶。所以你现在觉得蓝队最凶是不是？好，对啊，你们不早点打，又在养肥。对，那个有一个出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我找不到回家路，我找到了。好，那个羽毛往回来，我们家缺一脚，缺一脚是什么意思？缺脚？不是，我们家的路缺一小段。那你们拔不下来吗？和平的没事啊，我在补，我一直补，对面一直炸，快点补，快点补，快点补，就一个人啊，你要补才能够过去，小心一点，快一点，再见一个人，羽毛。来帮我看，帮我看。好，没事，没事，没事 ，Go Go Go！ 哇，快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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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问题了，好不好？好好好好，我要过去了，不要退了。OK， 回来了。好，那个羽毛电锯阿家，我们先去干掉隔壁家，好不好？好，我们先去干掉隔壁家。然后这边有钻石，然后这边有绿宝石。好 ，OK， 好。然后东西在地上，东西在地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东西在地上。然后黄金你有吗？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有没有黄金之类的？黄金在箱子里。好，阿里嘎多，狗在吗？是。好，来，我这个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等你买好，我再摆。好，没问题。OK， 给你，给你 ，take it， take it。来来来来，买一点东西过去。好的。哦，等一下，蓝队好凶哦。哦。背后有人在追我，背后有一个粉队，对，他在干嘛？你不要一直追我，你为什么一直追我？你在想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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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木匠而已。OK， 好，可以，可以。我要去找蓝队了。又是一个，嗨，啊，又一个，你的队友，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等一下，不，哇，他在想砍你啊！哎，哦，你绕到粉队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去找蓝队。对，我都忘记我的目标了。来队，来队，来队。那个蓝队会帮你们解决二邻居，我觉得你们先准备防守，因为蓝队解决二邻居完就要来解决我们了。真的？哦，好。羽毛，我们去找蓝队，我们去找蓝队，直接去找蓝队了，直接去找蓝队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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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上上上，直接 go， 直接 go， 直接 go！ 斜对角，最斜的哦。好好好，我们直接上最斜对角，上羽毛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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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走错，你们等下可能要回家。没关系，因为他打完那里，等下下一波。好，羽毛你回家。哎，什么什么要人？哎，为什么打不他？好，你回家。我看。OK OK。好。对，蓝队开始
哎，没有，他走回去了。哦哟，干！什么状况？后面有人？什么状况？等一下，什么状况？什么状况？快！可以吗？等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紫队也在攻击蓝队，我们先回手。可以。哦，我们先回手。羽毛，你都在那里，就直接去冲！羽毛，你去冲！我要去了，我要去！蓝队！对啊，蓝队！蓝队打你！蓝队打你！什么？我完全哇！他在你后面打你，好可怕！小光，其实我觉得你很不赖，完全可以把背后交给你。羽毛有一点锵锵的，羽毛，我建议你稍微靠近家里，不要离太远，看一下蓝队动向。哎呦，蓝队他那回家，所以你没事，你安全。哎呦，好，我回家。来得及吗？是蓝队家吗？对，那蓝队家，你可以哦。他们家没人呢、欸，为什么那么硬啊？蓝队没人，没有剪刀，你怎么没有剪刀、啊？等一下哦。你后面他们在努力的狂奔哦，哦，奔回来有了，哇，好厉害，漂亮，哇，漂亮羽毛，是我阿神，哦，是阿神，差一点，没关系，可以，我们现在还有床，对，我们只要有床就有希望，对，好，羽毛，收好，我们有床就有希望，好，我们啊，差一个钻石可以升保护 ，OK， 我们有床就有希望。我们要升保护吗？还是有七個要升保护？升保护！好，他来了！修好！看你们！有一个隐形的哦，小心哦！好的，羽毛，小心隐形的那一只。好，不要被偷掉床，修好床，床是我们的。好，我再冲出去，然后看可不可以再拿到一些绿宝石。好，紧张，刺激。OK， 啊，我现在怕被偷。好，没关系，就把家里修好就好。小心你哦。不行，我的血跟那个战斗技巧都没有他强。我自认聪明，我撤，好不 好？我去买个保护，我撤。OK， 保护 OK 了吗 ？OK， 买了。强化三，很好。我的武器想要强一点点，有强一点点的武器之后，再去跟他打才有机会。有，买个铁剑。好的，哎，你把那个拿走了。哦，好，我跑回去了。小心一点点，哦、小心一点点。我们可以往外稍微看看哦。好的。我觉得这波如果可以打赢，来了。好，没问题。你去换火球，快！火球，好，我去换火球。去换火球。他们分开来，哦哟。羽毛，快点换完之后马上换，快点回手。两颗。OK， 好，来，回手，炸，有机会就炸。他逃了。哦哟，哇，这个第一反应，有机会就炸。哇，你的黄金又把他偷走了。哦，你是黄金贼哦！本队也炸他们，哇！本队把他们炸下去了，碎了！意外的人士来了，哇 ！OK， 来了，支援者，勇者力！本队的现在来找你们喽，帮你们喽！但他们都只剩一命了，所以只要能够解决他们就可以了。上羽毛，上 ！OK。哇！我超链级超远，可以！击退棒棒，用击退棒棒。注意！你们不，没关系，可以。蓝队，这时候完配合，他们的完美配合。再往你们家，下去，下去，来，哇，下去，快走！羽毛下，碎。OK， 我们剩粉队，剩粉队，粉队，撑住，粉队一个掉，粉队一个掉了，碎腰，还有个残。来了，下去！耶！上了！好厉害！哇！夹缝中求生存，对他其实挖差一点点。哎，他一打 GG not bad 哎！哇！这场最后一个，我们就是那个最弱的蜀国，你知道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到 Hub 吧，来，我们下一个模式。我们刚刚看过他的那个新地图了吧，对不对？我们来试试看，可以一起玩的。所以另一张不玩吗？另外一张吗？好啊，我们可以玩另外一张。刚刚那张是 Trick or Trick 嘛，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来玩一个 Darken 好不好？准备了，对，第二张。对，哎，要不要换个队友啊？我们换个队友好不好？巧克力，难得找你来。小哥，我们一起，经典的组合是不是该重现一下下啊？耶，羽毛，对不对？我们一起，好，所以这样就只有我们对决了。哎，对，只有我们，这没办法。我们要什么颜色？哎，对，我们可以选颜色。那巧克力，我们选个你喜欢什么颜色？巧克力，
红色，你选红色吗？那就红色，我选黄色，我选黄色，哦、快点来，来不及了，可以可以可以，黄色，黄色，来了，耶，哇，你开始直接揭秘，我怎么办？难玩呢，怎么办？好紧张哦，你帮我帮你帮我打我，不会，我来找你干嘛？我都忘记是你了，来来来，羊毛羊毛，那我觉得什么对决啊？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什么？哦，钻石在旁边呢，好远哦。钻石在后面，对对对对对，在后面，在后面。绿宝石在中间，好。然后这个给你好了，看起来像是南瓜。然后黄队在左侧 ，OK， 行，没问题。我要啦，不要啦，你们不要欺负我们。电过去找，冷静冷静。钻石，我怕你们不会铺路，我们怕你们铺。哦，真的吗？不要不要，哇，人称铺路工巧克力啊。对啊，来羽毛球给你，自己人自己人。不要不要不要，人好好哦。那什么，没关系，把你抱箱子就好了。我不会没有办法回来吧？按错了，按错了，可以压，差点截图丢去的。这边这边给你，然后你们要来中间玩吗？在考验我跑步技巧是不是？我的那个钻石的地方已经垫过去了，所以巧克力，如果你要拿钻石的话，可以直接走我的后门，然后中间绿宝石也可以来了，走你的后门可以走我的后门吗？你可以正面直接来的钻石。什么东西？啊、没有，不是啊。我正面直接过去了，巧克力。好 ，OK， 我等着你。要正面上了吗？不好吧？你要正面等着我。不要，羽毛你上好了。等下中间就会有四颗、八颗绿宝石回家了。OK， 没问题。Okay. 来，家里的床看起来目前是还蛮不错了。然后，那你要怎么玩？八颗绿宝石，它其实可以换两颗 Ender Pearl。太快了啦！太快了啦！他们想要来中间呢、欸，我的天啊！走他们啊！谁要来中间？没有。等一下，这样我好像会回不去的样子。我必须要买一点东西才能够回去。那个巧克力，外面战斗的地方、欸、还可以吗？有我回来了，我带了八颗回来了。好，那你就慢慢玩那八颗绿宝石。我好觉得啦，你是可以先换个装备，有没有？然后让你的装备变得比较好一点点，我就来当勤劳的，就是顾家里的人，先来把家里的一些资源给弄起来。这张地图好大，好凄凉，只有我们这两队，真的，大的地图，有一种凄凉的感觉。然后我发现我们的南瓜上面有那个哎，有鬼鬼，哪个？有那个，有那个啊，你调的鬼，可爱的鬼鬼，小光敌袭，而且他有恰恰，我们怎么还没有敌袭？好好好，恰恰是不是？你要恰恰对啊，恰恰也是我们两个人发明出来的，有了。恰恰有了，我感受到力量了！哇，敌袭，可是你要死了，巧克力，没事没事，哦，巧克力，他是一滴血，可以，巧克力 OK 的，巧克力 OK 的。忽然间有了恰恰，忽然间有了力量啊！哎、你要知道，恰恰这两个词是我跟巧克力两个人创出来的，原来是这样，完全没问题啊！哇，换你去拿，怀念的老滋味，怀念的配合 ，Switch。羽毛，你还有自信吗？是谁啊？羽毛，你在干嘛？羽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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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羽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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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敌人，敌袭，敌袭！小高，小高你在哪？有敌袭，小朋友来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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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敌袭，什么敌袭 ？OK，OK，、okay, okay, 小高，撑着点，撑着点，坐吧，小高，很难，很难，我可以打他，没事，没事，我很快就回到你们家了。很难怎样？很难受。很难受，可恶！现在消失了。我有两颗绿宝石，没有带回来太多，我还是回去拿一点钻石好。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个绿宝石回来？我的装备什么东西都没有。来，我们把因为有人偷走我们的绿宝石，我是觉得我也需要绿宝，我也需要绿宝。绿宝谁？绿宝是我的爱人。羽毛，羽毛最近那个神经有点敏感哦。羽毛，你身上是不是有点东西？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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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我们的绿宝石？没有，没有，没有，小王救命，小王救命！可以把绿宝石还给我们吗？救你了，小王救命啊！把绿宝石还给我们，王来还吐绿宝石啊！羽毛，哇，羽毛可以吗？羽毛不行，救命，救命！羽毛不要跑，救命！
还想来我们家、啊、在干嘛、啊？当然，在干嘛？喂，走开！等一下，我们家。等等等等，巧克力，巧克力，我们家。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还挖？没带东西还想来挖？没带东西还想来挖？那个刚刚羽毛也印上我的后面、啊。羽毛，你是这种人？羽毛答应你了。他印上我的后面啊！我跟你讲，我很凶啊！他那个他从背后突袭那招，那个没有多少人撑得住啊！我也是快的呢，我不得了啊！我五分钟前亲身体验过啊！这个哇，女王厉害厉害，有点防不胜防，那个力道有点强，又大又粗，这样子是不是？差不多了哈，对不对，巧克力啊 ？OK 啊，我是觉得不要啦，我是觉得大家等一下啦，我也是这么觉得啦。你又想要来这招？我刚刚觉得了，又想要背后突袭啊？对啊，又想要从背后来啊？救命！没事，哎，炸死你！巧克力，巧克力人了，巧克力人了，把他炸下去了。那你。我跟你玩一起死了！抢绿宝，抢绿宝，还抢绿宝石啊？为什么挥不到你啊？哎，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哎，那你们俩在叫什么？没事没事，我家还有一把呢。哦，给你，没事，你先用。来了！谁？这边来了，这边来了，谁来了？没有不，这边来了。你来，我会打下去啊、哦！你不要过来，当作没有发生好吗？巧克力，我救你！巧克力，我救你！哎，我从家里慢慢的出征了。OK，OK、okay, okay。哎呦，他们还在拿钻石资源，还拿钻石资源？多拿一点，保护级啦！你们是保护三啦？来了！没有来了，叫那么大声干嘛？来了吗？来！来！凑！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我在你后面了，转装了，我看见，我没有转装哦，我先跟大家讲，上啊！你要直接上是不是？啊！快下 ，OK， 突破下去，我突破，突破，解决一下，上羽毛，冲进来，再炸了，炸出来了，还打我，不，结束，我后面已经炸掉了，羽毛下去。小光下去，击炸！我已经拍一个大刀劈在那里。我想说用一个比较古老的方式嘛，谁叫你在 TNT 啊？六杀一个大刀，哇，好可怕！该是来组队了，好玩欸，他可以开始认场，还蛮不错的。太凶了！来，我们来玩个。我们这四个人合作，天下无双啊！走，没错。刚刚那个只是来切磋一下，就是有点像是在锻炼一下各位哦。现在4-4，来到了4-4。我刚刚觉得小光跟羽毛有变强的趋势啊，对不对？对啊，哎，也是你羽毛原本感觉他康康的就越来越强啊，没有突袭那招超强的，那个武器超大吧？那个好像没有多少人能够屁股都觉得有点痛痛的，羽毛。缺一个人，他说古拉，他缺一个人也在倒数，古拉哥还不错，哎呀，怎么这个有好像有点投机啊，好像有点投机，不好意思了，对面，等下发现我们两个队是拆开来的，真的，学弟好漂亮哦，中间是那个哎冰树哎，哇，超美哎，我怕，我们是蓝队 ，OK， 敢巴迪蓝队啊，打爆红队，走 ，Red vs Blue，OK， 那一定要先盖羊毛。好，记得出门那个资源可以放一下，不然都没了。谢谢大家。那资源都给你了，你刚刚讲都没了，我心中跑出了一朵掉下去的画面，都没了。阿神果然又阿神了，没有，我没有掉下去，我在你旁边的。哦，从这掉下去，对呀。我好看到他是我，直觉是你，你害我，我都还没出完，你着急个屁！我看到阴谋，阿神啊，这个果然还是阿神，浓浓的阴谋论。你说两边都到了绿宝石第一波带回去，来支援你了。
好，我们先到人了，怎么都还是小屁股补上来，补上来，钻石哦，到钻石了，补上来，补上来，补上来，钻石了，钻石拿了，我小胖妹妹了。那个中间有一个人残血，他大概剩下半颗星左右吧。那你呢？ Okay, 那怎么办？加啦。那个加啦。东西放在地上，我钻石丢地上。丢地上干嘛？丢地上，你够不够？带回家哦。放箱子就好，放箱子。放箱子，放箱子。放箱子，放箱子。嗯，我们把右边钻石区，等一下要补一下哦。好的，好的。他们的防守也是很防御，很强哎。我垫到右边了。啊，他们也是很会玩的哦，稍微小心一点点，来，先慢慢存。所以我们先把中间的资源先把它给吃饱饱，中间资源先吃饱饱。都来在我们这。对，没错，我们先抢下绿宝石跟旁边钻石，钻石店也很重要，所以小光当个钻石手好了，好不好？你拿到钻石之后，东西都要放在那个一般的箱子，不是那个旁边的中介箱。羽毛小心，你们是不是都放中介箱了？这里不要放中介箱了，各位。小光，小光，我放箱子，我放箱子。小光，你不要放在中介箱哦，要放在一般的箱子。箱子我自己可以看到哦。小光继续跑，小光继续跑，小光继续跑。好，继续跑，继续跑，继续跑。然后透过房间，我去拿，来支援你。OK。小光拿东西，那个支援我。有，没事。OK， 二打一，他这一个，碎，没问题。漂亮。哇，合作，好，我先把支援带回去。下一波防御来了。小光，等一下东西拿来的话，记得把东西通通都转到对，一般箱子里面，这样大家才可以去运用那些资源。有钻石先生恰恰，有，我身上有31颗。好，没关系，我回去。你说31颗钻石吗？哇，没有那么多就好了。听起来这数量有点惊人。那个各位，如果可以换的话，尽量先换一个锁链装，好不好？好，我们先锁链起来，先锁链起来，锁起来了。哎，好，锁起来之后我们继续打。钻石中空都可以升。哦，8颗哇，还有8颗，对，他是四。好，吓死我了！元哥过来打我。好，我来支援了。支援兵来了，继续刚打，来，继续刚打，来了，很好。哎，没关系，没关系，没东西。可以。好，绿宝石你们慢慢带，我卡中间。我们都把绿宝石控住，我们都控住绿宝石区。好，控绿，控绿，控绿，缩写啊，控绿。他们其实都龟在家里。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资源弄起来。这模式好刺激哦，你只有一队的敌人，哎。对方有两个人要想要过来，来了，我来防守。他们正在拆自己家，我不是很懂意思。拆自己家，我没听错吧？不是，他们在开自己的桥，然后现在两个史蒂夫嘟在一起，不，后面那个史蒂夫嘟着前面那个人，我跟他们两个人听起来越聊越怪哦。不是，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后退之后再用力来嘟一下，是什么奇怪的画面？你最好讲清楚说明白哦。对啊，哎，没事，他们现在吗？怎么掉入他怎么摔了 ？OK， 保护，防护要死。哎，你们一起摔了，我操！我还拿，你在干嘛？你们在干嘛？没事，他们很可爱。不，我干掉人我干掉人呢。我拿4颗钻石回家。不然这不重要啊，这摔下去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守住了，守住那个关卡，守住了。OK， 对，辛苦了，保护我，我怕，我来保护。有中间我都在，没事。你们需要钻绿宝石给你们，阿里嘎多。那个钻石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升级一点。我想升级了，家里资源可以升一下。对，家里资源可以再多升一点，好不好？你说疯狂？疯狂吗？疯狂什么？疯狂怎样？把话讲完好吗？我不知道疯狂购物在怎么买，金锭锻造了，哪有疯狂购物啊？啊，金锭锻造啊，疯狂花钱。黄金锻造有了，我升了。OK， 谁还有绿宝石？想去拿下去，可以给我一颗绿宝石吗？有，一颗里面有。在 Mars， 给我一颗绿宝石，一颗绿宝，你直接丢。什么东西？绿宝石啊！有了，丢出来。通帮他们挖掉一颗。行，好，这边就两，可以多一点人来。来了，我来了，来了。他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不在互相打来打去？哦，他们在打我的杜宇。打杜宇，你送给他们杜宇哦。对，我想他们干嘛一直在那边彼此打自己的脚脚？在想啦，我是不是可以玩个这个啊？再来买一个。哎呀，吓死我了！自己人，怕，有没有要碰啊？这个 bug 还没改掉。我问个，你要掉下去了？不，在商店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要手里拿着火焰弹。哦，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那个春味引体自焚。我现在已经拿到我打我打我打钻哦，巧克力冲进去了。对啊，亚瑟，我这个侧边火焰弹啊，他自己跳下去
然后再摸火焰好帅超好奇我来了我来了我四转三绿他们太可爱了吧不行啊他们太可爱了啦可以我们家疯狂很多疯狂很多疯狂现在也是流行缩写是不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掉下去等一下我没有打他们他们就这样子直线不停的掉下去我决定回去买一个稿子我受不了他们太可爱了啦对啊我觉得可以其实灭了他们啊好啦好啦我们就过来了我们就叫他们就是回这个是什么为什么家里有这个我盖的屁啦你怎么盖的我刚刚一个一个慢慢盖上去的明明都是买的他哪里可以买啊我也要买、那個、我也要买屁那个有个箱子、哦、24个铁箱子极速的哦极速哦淋浴哦哇哎是很便宜耶、没有很便宜耶便宜便宜对随便放就可以了呜等一下我要等一下我们会不会出不去小心啊怎么盖怎么盖怎么盖这样子放出来就可以放出来就可以哇哦怎么了越来越多堡垒了玩新玩具这个好像有点好玩、中间有人中间有人红队红队绿宝石切入的点我帮你们而且他拿着木剑而已他是火焰弹王我好像是要回家买东西啊他会赌命哦他会赌命哦他会赌命哦好可怕哟、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这个东西先塞进去他只有一颗他只有一颗哎有没有要一起收要来了要来了走吧走吧走吧这闹剧该结束了好衣服他回家然后被队友弄下去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被队友弄下去他们是起内讧了是不是啊摇摇头拜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各位我来了我来了你在前面干什么干嘛啦堡垒堡垒堡垒如果我这样子的话堡垒堡垒堡垒哇堡垒整个扑过来了其实很强哎这个很不错很不错来来这个其实很强哎哦火焰弹火焰弹哎我掉下去了等一下还有进到堡垒里面来了我把他打下去把他打下去我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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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上去挖挖挖挖挖挖挖了吗等一下你挂你怎么没告诉我啊我以为他们都家里有六颗绿宝石我来打算想挖了升级一下好好小瓜小瓜换你升小瓜换你升好升什么你们还有没有那个好还有没有那个铁锭我想到一个超酷的进攻方式给我铁锭给我铁锭所以要一直铺那个吗对铁锭你要一直铺然后吓到他们就那个投下攻击类似之类的攻击对没错哎这个新的道具好好玩哦快速盖它舒服对好酷哦舒服啊好那多的资源先丢进去好了不能够在这里放置方块好的那个我们的钻石是不是也是要再稍微补充一下就直接冲了啦好不好我是要冲了吗要冲了吗加油好 go go 冲了从家里出发我们现在有堡垒不用怕他们炸我们这个可以有效的抵挡那个火焰弹对有一个想要过来哦还蛮不错的哎呦他踩上过我们的堡垒他跳跳他有跳到药水揍他哇继续小光你进攻累的我进攻小光你撤退他跳到哪里去我到他家了等一下他这个好卡你走我在挖他家的床我在家挖他的床好加油中间可以炸掉了收工我杀人了好光亮亮亮好厉害收工超强的啦对面剩一个大杀特杀剩一个人是啊小哥你怎么赢到对面啊他一打四那家伙一打四小哥居然杀到四个人太厉害了小光又是你好小光好棒啊你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光顶绿了你是顶大家上去的小光啊没有不敢动 今天就是阿文总差不多干到这咯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种闯战大巡礼很喜欢这种跟巧克力一起玩的伺服器小游戏吗想看到巧克力更多的再跟我们一起玩吗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们知道下节节目 See you guys 拜拜